聽著這些海浪拍岸的聲音，就好像聽到我自己心跳聲一樣，甚至乎連呼吸都加速的。其實每一次這麼近地望著你，都會令我忍不住的。经过了那一晚之后，你在我生命里面的重要性就好像人生的导航灯一样，没了你我真的会迷失方向的。但是在感情的道路上，会不会是这么一帆风顺呢？